到要啉牛奶，小朋友拢非常期待，因为这是因真喜欢的食物。饮料阁有值日生来帮忙加倒一杯。现在我们欢迎我们的值日生是谁？李立勇同学。老师早，各位同学早。妹妹喜欢喝牛奶吗？喜欢。那如果以后每一个礼拜都有一天可以喝到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今日担任值日生角色的是民进党婚姻馆长陈选人李进勇，因为吼国小学童林古林是伊要提出的政见。那如果说我有机会来担任云林县县长的话，那我要正式的推动我们全县小学，不管是公立私立的小朋友们，一周至少有一次喝牛奶的机会。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，台湾多数的国小学生。各级的吸收拢无达到建议的数量，婚礼馆内本来都有生产牛奶的所在，因为这种优势，予李进勇更加有信心完成伊的想法。目前全台湾可能只有台北市跟嘉义县啊，他们有做这样子的一个牛奶的供应啊。县政府目前的这个财政的状况虽然是比较窘迫啊，但是每年花个几千万，能够让我们的学童哈能够享受到一周一次的这个牛奶，我们觉得这个投资是值得的。除了免费饮牛奶以外，李进勇嘛提出提升营养午餐卫生条件，以及食材严格把关的政见，希望婚礼的囡仔自细汉就吃健康，大汉才会当为地方来打拼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